顶叔走路不止步伐稳，走直线，脸上得保持优美笑容。经理好，请用茶。或是简单的奉茶，魔鬼也藏在细节中。从蹲姿、眼神交流到声音大小都得顾及，但仔细看就会入选国际礼宾人员决赛的学生中，居然有熟悉面孔。大家好，我是吴若梅。从小是有人说我像林志玲。18岁，170公分的高挑身材，她是吴若梅，曾入围金钟迷你剧集最佳女配角，但现在除了演员身份，也录取北医医务管理系，甚至希望下次和大家见面时就是礼宾人员。站其实没有很难，但是我们要因为活动关系要维持很长的时间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体力比较大的考验。只是想要当国际礼宾大使也没那么简单。葡萄酒的名称，甚至是葡萄来自于哪个产区，来自于哪个国家，都必须要回答出来。头脑清楚，手还要继续动作。不少人会在试酒卡关，而最基础的露八颗牙齿微笑，到站姿挺拔，必须头、肩、腰、臀、脚底成一直线，这些都得 pass 才能进入决赛。礼宾扩大，礼宾人才集结是全台湾的精英部队，然后未来组成一个28人到30个人的团队，可以在国庆大典上面来服务。光礼仪100分还不够，也找来名模姚彩颖开班授课，亲自教怎么展示物品。毕竟想当礼宾人员，从口条、姿态都得面面俱到，才能透过最亲切笑容，展现专属台湾的最大善意。8选家庭宁波志台北曾报道。民生8方式尽在1小时，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